你要点歌吗？给你唱一首《茉莉花》。我已经恍惚了，我不知道这是哪，杭州还是长沙？你从哪里来，我的朋友？唱。不是一个年代的。大鱼，你别待会儿起不来了。算工伤，算工伤。我跟你讲，大鱼。就是看一下有什么区别。不是360度吗？你这数学怎么365？我们俩应该离远照，就看我俩不知道在蹲着干啥的，结果其实是在拍照。哎，这不会有人觉得我耍大牌了，说哎呀，让工作人员这样匍匐着给他吹风，结果没想到是在拍照，只是拍头发凌乱而已。确实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这四个课多少钱一节？怎么样也得35块吧？飞机。对，在这块现在就是健身达人，而且我这个他不说我瘦，但是我瘦的是健康，非常精致。看着我这个颜色，就觉得我虽瘦，但是我健康。明天我们去长沙，我给你安排我们的长沙外地人三件套。我们现在长沙本地人，首先带他们去纽约时代广场，长沙纽约时代广场，带你们去兜一圈，看看这个我们长沙的繁华，然后咱们就出发扬帆夜市，吃逛吃一条街。而且扬帆夜市现在，小月你要吃扬帆夜市什么？我要吃那个欢喜鱿鱼。马上就吃了。放心吧，带你们玩转长沙。可以可以。怎么样？还好，我现在已经非常，你看我都没怎么出汗啊，我比起大家来说，我虽说我穿的很少，也是有一定的原因，但是现在已经耐得住高温了。现在喝咖啡当冷饮喝了？没有，这咖啡特别冰，不是，就温，冰块没有。烫。对女生很好。这个椅子对女生很好，是，真的很烫，不用去美容院做那什么艾灸椅啊啥的。前几天是我从哪看一个报道，一个女的来大姨妈肚子疼不行，做了一个石墩子。我们都说得很隐晦，就她真是贼直白。哎，昨天也是大鱼，你想一下那个司机多尴尬。师傅，哎呀，那师傅不带你那么歇的啦。我昨天说，我说那个全会让我在杭州找一男朋友，我说哎呀不行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愣了一下，我就想提醒他司机有可能是杭州，然后小月直接张嘴了，他说你们在这说什么呢，人家司机还在这坐着呢。开台大王金小月。然后我俩就安静了，不知道咋接，真没法接。然后我就看到司机冷笑了几下。不会啊，那是我不在意的。Stand by, 快，大鱼快，大鱼多妖柔，哎呦我的妈！大鱼，你不会坐艺人腿上吧？天哪，这坐折了，完了变成什么？
学哪个面包。走吧。别说这件穿上身确实好看，很高级。怎么办？之前接触过非遗吗？课本里。还有那个葫芦丝算是算非遗？嗯，对对对对。我觉得好用，就是这儿去那个云南，然后结果当地就是老吹葫芦丝。我姥爷就觉得我们家是必须要拥有这份才艺，马上在云南给我们带回来，给我和我弟带回来葫芦丝，逼着吹，在家逼着吹，就是葫芦丝必须要吹成调，然后怎么样就唱。早上应该跟主办方讲一下，咱们表演的葫芦丝。哎呀妈！我还会跳傣族舞。我要会跳秧歌，我东北秧歌跳最好，就是没地儿展示，你知道吗？就那种秧歌舞，还有甩手绢，知道吗？下次录个练习室。东北秧歌练习室。非遗耀中华，桑蚕丝织宣传大使，赞赞赞赞！我经常看那些那个怎么养蚕，然后吐的丝，然后吐完丝之后，然后它怎么洗，然后怎么做成蚕丝被。走吧。